是张光列车长的109年，109月7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8:56。我发现是一个是开往象山，一个是开往淡水。完蛋，又有一堆人。拜拜，关闭车门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把灯都热掉，你刚好没。反正超多人的啦，真的很希望把横中线赶快弄好，我好，真的超希望。我们台北站每天都是那么多人，啊，好，赶快就是如果下面一个方站，你们都跟我们在一起跑。Sorry， 哎，全部都是人，像鱼一样。啊，赶快我大家搭19点分。我喜欢他们玩的，都要丢我们家一个。我应该支持罗小明的班长，你们都丢我们家，一起逛上面。你知道了吗？1491136啊，4046，刚刚支持就拿这点。